知道大家有冇憧憬过 YouTuber 嘅世界系点嘅咧？轻松赚钱，明星生活，享受人生。广东话。大家好，我是殿下。其实是年尾的时候都有跟大家提过，就是殿下会写书，而且书的题材是关于一直以来做 YouTube 的心路历程。其实我的 YouTube 体验就有点不同的，我是一个喜欢语言的人，我想认识世界上的人，接触他们，交流不同的文化，建立广阔的朋友圈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其实这个目标我已经达成了，在香港、澳门、中国大陆、台湾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日本、韩国、越南、泰国、马尔代夫都有我熟悉的朋友。凭着 YouTuber 这个身份，我见识到很多不同的东西，拍摄的圈子、电视的圈子和网红的圈子，我很容易就找到同不同人的话题，而且运用网络的影响力更加可以尝试建立自己的事业。当然在这个当中都有很多技巧，自己一直其实都想跟大家分享多些这件事。在香港最近有一个叫 YouTube 阿高，扎根在香港，专门教授 YouTube 知识的网络课程，是由我的好朋友 Reels 创立的，而入面教授的内容都是可以给我们向网络、向香港、向世界宣传自己的关键，而入面有些内容啊，更加是我们意想不到那么神奇的，好像怎样不靠 views 去赚钱啊，怎样不露样都可以宣传自己等等。而课程入面最强大的就是他们还会提供广告业配，给你轻松地带来手笔的收入。有兴趣报名的朋友可以用殿下的专属连结，成功用这条 link 报名之后，可以在殿下的 Facebook 专页出示你的付款记录，就可以得到殿下的剪接效果包，值钱啊喂。同埋可以得到殿下在 Facebook 平台管理的 YouTube 交流社团的进入资格，希望到时可以同大家分享更多剪接影片和拍摄的心得啦。介绍就先到这里，期待见到大家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